所以咧就係、唔係㗎，唔係㗎，我哋要伴隨佢。你哋要伴隨佢啊！我諗住諗住同佢打氣添。係。我落台啊！佢哋落台睇我。落台先。OK OK。好啦，咁啊踢嘅時候咧，首先使乜嘢熱身吧 pose 先。好 ，music。有冇音樂 music？ 掌聲啊！唔該。介紹一下呢個足球啦，不如咁啊，繼續安仔擺住個 pose 啦。隨住我介紹咧，可以轉換 pose 啊。咁啊，其實呢個足球咧，大家知道公平運足球啦。咁啊，其實咧足球嘅手製咧都係 handmade 嘅啦，而超過70%嘅足球咧都係產自巴基斯坦。睇你點擺先，係啦。然之後咧，手製足球就係為當地嘅勞工製造就業機會啦。咁啊，希望咧更加多嘅婦女咧就係因為咁啊，婦女咧就係因為咁樣樣咧而咧就得到公平嘅收入咧，成個家庭咧都會咧小朋友可以讀到書啦，亦都可以避免童工嘅問題。好啦，咁啊問下花式足球，其實傾下偈先啊。我支麥先。聽下偈啫，唔該曬，我一路踢住嚟傾偈。好，其實呢個花式足球咧，有咩巧妙啊？我哋平時同平時踢足球嘅話，其實咧個巧妙咧，你努力就做到噶啦。咁啊，同埋你集中啦。咁咧，所以我依家又講嘢咧，一路踢咧，其實幾勁嘅。係啦，一個好好嘅訓練啊，係咪啊？係啊，冇錯啊。嗱，你可以喺度用下腳面又得啦，你用下大髀又得啦。是不是就是只可以用腳呢，如果花式的話頭都得嘅，頭都得嘅，呼，掌聲鼓勵。不過我覺得係整亂個頭就唔好用咁多啦。哦，好，咁膊頭咯，可以用。係咪呢個音樂可以嚟啦？好，俾啲掌聲安仔。好，一個翻身，二身嚟嘅啫。投入熱情了。好啦，再試一次。一開波巴西就威神。好，都係二身嚟嘅啫，係嘛？西班牙推推扭扭腳法倒魔手。好，預備。阿根廷有時冇順利啊，成個動作啦。好，由左腳背咧踏到去到去心口，再去到背脊頂尖嘅部位。真係變翻個頭嘅喎！好，你多謝。好啦，有冇達到高啲啦？係咪嚟緊？好，大鐘精神。好啦，今次交接完之後就快咗好多啦。嗱，收翻而家足球咧都未離地啊！你是真真假假，身多奧妙。唔該曬。小白即交即比 one two， 直穿心臟。往嚟死鬧死去，跟這兩隻寫穿網。你好啦，細啲。嗰個難度應該會高啲咯，我估計。好啦，而家就係掌上壓到最後。好啦，接住咧，花式足球咧係需要用到全身嘅肌肉去配合啊，唔止淨係雙腳啦。起身一鏟插水一跳。好，心口頂住。是不是大到擺烏龍了？全世界全冠不意料，青草當中滿足了才重要。哦哦哦，金杯金香再不緊要，這信和你射向那目標。勁啲嘅掌聲好唔好啊？
時都冇咁勁喎，你練嗰陣時好嘢喎。練嗰陣時少啲掌聲，而家多啲觀眾係咪啊？鼓舞啲。口乾。係咪啊？但似乎其實花式足球咧係全身都要用力。